意，好不好？哎，其实我们也很讶异这次人数会这么多啊，因为其实我们新竹目前俱乐部的队伍非常的多，那这里面除了我们自己银河体系下的小天使跟 Venus 之外，各队的一些小朋友的哥哥那个姐姐或是妹妹啊，他们都有来参与这个活动，所以这样相形之下拉了很多人进来。两个超级路。其实我们新竹县，我们跟新竹市是一起发展，因为其实我们这个地区比较特别，因为我们就隔一条河，然后两个县市我们是共同发展的。那我们现在下面的队数，下面的俱乐部其实非常体系是非常多。那我们目前应该大概有6个俱乐部，它的那个人数是超过百人的。对，然后有大概这6个俱乐部，它的体系是非常，就是他们的分级制度是非常明显的，就是他们从 U8、U10、U12一直到 U15，他们都有这个队数。哎，也希望透过这次足球节的一个推展啊，让我们知道，这其实有这么多的女生，我们也希望未来这些女生可以出来，那其他还今天还没有来参与的，我希望以后有机会的话，他们也可以一起来共同参与这个活动。因为人数的关系啊，下次我们会朝另外一个思维去看，是不是把它分成两组去 run， 因为两个钟头来对小朋友其实是天，又加上天气的关系，对小朋友负担其实蛮大的。因为有些女生平常可能活动力就没有那么强，那今天太阳这么大，我们做了10个站的活动，总共100分钟，对一些小朋友来说蛮吃力的。那另外一方面，家长的加入也不错，让家长知道小孩子在场上，他们在场上其实足球不是那么简单的，用脚跟用手是不一样的。